这里就是我们的 reception，在此入住的小伙伴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来此咨询。如果遇到前台工作人员暂时离开的情况，请耐心等待。如果有紧急情况，请拨打以下电话。同时呢，这边也是我们的快递领取点，请在网上下单的小伙伴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房间号码、地址和邮编。领取快递的时候需要携带本人的 ID。Reception 不会拒收任何的快递。领取快递的时间在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。在 A 座、B 座入住的小伙伴，你们房间对应的信箱是在 reception 处；在 C 座、D 座、E 座入住的小伙伴，你们房间对应的信箱是在你们公寓楼的入口处。